上集说到，灰太狼想加害裘将军，结果不幸和他粘在一起。灰太狼屡次想戳破裘将军，结果却让裘将军误以为他在帮助自己，对他满是感激。灰太狼该怎么办呢？奇幻天空岛之小羊上课堂。上课用的东西你们都带齐了吧？带齐了。你们带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今天来练习如何使用创可贴。懒羊羊同学请讲。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呀？因为我们是气球，我们的体质很容易遭受各种伤害，要是不贴创可贴，后果会非常严重。大家开始练习吧。嘿你们的动作太慢了，动作一定要迅速。大家都做得不错，这节课到此结束，下一节是体育课。太棒了，我们将在野外练习使用创可贴。这张牙舞爪的东西太危险了。还有个狼印记，灰太狼，你们继续练习，我先离开一下。哎，还是青青草原的课比较好玩。就是。什么？你们那里是玩什么的呀？奇怪，无人机画面怎么黑屏了？我要带小灰灰去游乐场。帮我把衣服和碗筷都洗了。好的。怎么又买这么多衣服？灰太狼。对不起，灰太狼，你没事吧？你不是在和小羊上课的吗？怎么突然跑来这里了？我心爱的无人机怎么在你这儿？你居然让这么危险的东西到处乱跑。怎么了？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啊，刚才把你吓得不轻吧？对不起啊，每次见到你都没好事。我决定了，是我让你的心灵受到惊吓，今天就由我来照顾你吧。这些衣服要洗的是吧？这些碗碟要洗的是吧？交给我吧。也好，这下我就可以专心研究抓羊发明了。灰太狼，又怎么了？灰太狼，衣服都洗好了，我还把危险的部件都移除了。危险的部件？你把红红衣服上的饰品全拆了？这些东西太危险了。对了，你厨房的碗我也洗好了。不过这些碗都有缺口。糟了糟了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不过你放心，我都已经帮你处理掉了。那才不是什么缺口的，那可是红红去年从艺术展上拍卖回来的绝版餐具啊。裘将军，你今天也辛苦了，不如先回去休息吧。灰太狼，你对我真好，但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。我等下还会回来的。对了，我已经帮你把家里的一切的危险东西全部拆了，待会儿见。我家里哪有什么危险的东西？我花了好几个晚上做好的捉羊神器呀。我们平常玩的踢足球就像是这个样子的。还可以玩拔河，你们不来玩吗？我们不能玩，裘将军会担心我们受伤的。我们还是回去继续学习急救技能吧。劳逸结合，我们的学习才能更高效嘛。我想试试。我也要玩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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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玩具弧线球。你们都在干什么？怎么可以玩这么危险的游戏呢？邱将军，足球很好玩呀，哪有危险嘛？邱将军，学习要劳逸结合嘛。哎呦！你们看，这个时候急救技能就能派上用场了。又是这个东西。好了，大家快点回去继续学习吧。是。是。灰太狼。哎呦，终于补好了。希望红红不会察觉到。接下来看看我的微型无人机追踪小羊的情况。啊，这怎么又黑屏了？灰太狼。灰太狼，灰太狼，对不起啊，我又让你受到惊吓了。来，用我的创可贴帮你贴上。对不起，刚用完了。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不是说了我会回来照顾你的吗？还有，你又把这张牙舞爪的东西放到学校里，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脸色不大好，还是帮你找点药吧。药箱在哪儿？我去找。不管无人机了，再耽误我就抓不到小羊了。得找机会离开这儿。药箱会放在哪儿呢？把电闸全关了，你就知难而退了吧。开关在哪儿？开关在哪儿呢？找到了。哈哈，成功了。这什么东西？怎么让这玩意儿停啊？请大家有序回到家里进行防护。有秩序的离开教室，快，一个接一个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拉不出来啊！喜羊羊，现在怎么办？美羊羊，你和其他同学先到安全的地方躲避。好。快要撞到了！哎，改变航向。怎么没反应呢？连自动刹车系统也没了反应。气球城居民和学生会受伤的，停下，快停下来！你以为空喊两声就能让我精心制作的天狼号停下来吗？那你快想办法呀！只能手动关闭才能让天狼号停下来了。但是这个唯一的手动刹车装置在天狼号的外面。人呢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手动装置在哪儿？气球城进入危险状况，请大家留在家里避免事故发生。还是拔不出来，再用力一点。喜羊羊，天狼号就要撞过来了。好像有人在上面飞呀！是裘将军，他在上面干什么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手动装置。看样子是裘将军打算阻止失控冲下来的天狼号。我们还是先解决这位同学的困难吧。我在里面推，你们在外面用力拉。好。哪里？哪里？关闭装置在哪儿？
有个标记。好，找到了。得救了。同学，可以帮我个忙吗？没问题。无法靠近啊。你这样会受伤的。斜阳岗，天狼号已经失控了，必须关闭尾部的手动装置才行。我也来帮忙。你快跟所有人躲到安全的地方，有我在，我是不会让气球城受到一丝破坏的。天狼号坠落的话，连你也会有危险的。我命令你赶快躲到安全的位置，等我指示。求将军。还是不行，不能召回气球城，差点，还差点，热热闹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让我们一起守护气球城吧。好，队形切换。差点就成功了，飞行太久，已经精疲力尽了。还有我们呢。你们怎么都来了？裘将军不怕受伤，我们也不怕，我们要一起保护大家。哎呀，不好了，要撞上去了。绿羊羊，嘿，喜羊羊，嘿，看我的超远距无限球。喜羊羊接着。喜羊羊哥哥好棒啊，我们也要学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学吧，但你们要注意安全。